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曲啊。本期呢，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最关注的机械师到底削成怎样呢？官方这次对机械师的一个改动，主要是在一个儿子的时间削弱问题上。那么我们直接来测试一下，现在的儿子到底能修多少机子？这边呢，小秋按照平时实战的一个点修方式进行一个修机的对比，也就是说，当儿子点修完一台机子之后，遥控器用了差不多接近一半，大概是 49%48% 那样子。和之前对比的话，大家看视频，这是小秋之前实战的一个小特视频。和修改之前对比的话，大家从视频可以看出，修完一台机子之后，小特的儿子的耐久度仅仅消耗了1/8不到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没有消耗一样啊。而现在的消耗是接近50%的。接着就是儿子的一个时间问题，小秋测试了一下，共研服调整后的儿子最多维持时间是3分钟。这点的话，小秋觉得还行吧，但肯定是比没有调整之前短的。接着一点还是要感到欣慰的是，儿子在开门的时候是不消耗任何的耐久度的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儿子依然有一个压门的玩法。以上呢就是共研服机械师的一个调整。那么总结一下，就是调整后的机械师，如果在修完一台机子之后被攻击的话，基本就没了。所以这样的机械师你能接受吗？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